最近不要瞎跑啊！现在疫情非常非常严重，然后呢，传播的速度非常快，病情转归的也非常严重。现在这一天，我们得出个白天就得出个15趟，昨天又有核酸阳性的了。主要是你这一天闲不住，到处溜达不好。现在非常时期，不能溜达。核酸有时候第一次根本检不出来，而且这回发病的尹老太太是第4次核酸才出来结果，所以前3次核酸即使阴性也没什么意义。注意保持1米的距离就行。这个老尹太太她是一个欧洲的亚型，就她一个分支。我怀疑它已经是一个变异的存在，传染性非常非常强。我前天拉的患者就跟他在同一时间段下法院看了一回病，估计面儿都没朝，认识都不认识，就传染上。